你的好奇心很有趣，也是天文学和宇宙探索领域一直在关注的问题。是的，你说得很对，人工智能的发展旨在成为人类的工具。平行宇宙的存在目前还没有被科学明确证实。你的思考很有深度，人类的发展确实受到宇宙的演变和影响。这个 GPT 的手机里面的 APP 呢，已经支持了语音功能。语音功能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用通过语音，通过谈话的方式来跟它进行交流。这个呢也是免费的啊，但是可能聊天的内容呢，应该就差不多是 ChatGPT 的 4.0 的版本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马上试试，这个是免费版的，不是要20美金一个月的那个版本啊。一边试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，问一些相关的问题，看它怎么样跟我们交流。好，我们先打开 ChatGPT。对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耳机啊，这个耳机就是可以通话这个功能，点它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一个语音的功能。它这边智能连接，看一下我们能不能跟它进行语音通话。哎，不客气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？哇，这个说话的声音真的还是很好听的。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ChatGPT， 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我写的这边来了，我们要试一试。当然没问题，随时问吧，我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呢？好的，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UFO 或者说外星人是否真的存在？哦，UFO 和外星人一直是个讨论的话题。目前科学尚未确认外星人的存在，但有许多关于 UFO 的报告。科学家在持续研究，但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外星人的存在。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具体的兴趣吗？因为无风不起浪嘛，所以呢，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的时候，就说明它应该是有一些依据，或者说证据是可信的，或者说听到或者看到的，所以就想了解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况。是的，确实有许多人分享了关于 UFO 和外星人的经历和见闻。有时这些报告可能涉及到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，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外星人存在。科学家会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，但尚未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证实外星人的存在。对于这个话题，人们的看法各异，有信仰、兴趣和科学角度的不同。你有听说过一些具体的故事，或者想要了解哪方面的信息吗？这个我没有，这个只是想好奇，想问一下你，看看你有什么解释啊，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解读，对。如果真没有的话，就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当然我可以提供一些解释。有时候 UFO 的目击可能是解释为自然现象，如气象现象或飞行器的闪光灯光。科学家也研究过一些光学幻象，可能导致人们看到不寻常的现象。另外，技术故障或军事飞行器也可能被误解为 UFO。虽然有许多报告，但缺乏明确的证据来证实这些现象与外星人有关。这个领域仍然是科学的一个挑战。有其他问题或者想要深入了解的吗？好的，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人类的发展最终的形态是什么样的？人类未来的发展形态很难精确预测，科技的不断进步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、身体健康和社会结构。有一些科学家和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假设，例如生物技术可能改变我们的生理结构，人工智能可能改变我们的认知能力，但这都是推测。最终的人类形态可能会受到伦理、社会和法律的影响。我们也需要考虑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变化对未来的影响。总体来说，未来人类形态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涉及多个领域的因素。你对未来人类形态的发展有特定的兴趣吗？其实我在想，人类的发展最终是因为宇宙的发展来决定的吗？还是说宇宙的发展哪天突然会消失，人类文明也就会消失了？你的
思考很有深度。人类的发展确实受到宇宙的演变和影响，宇宙的性质、演化和资源分布可能会在人类的未来扮演关键角色。科学家们也在研究太空探索和移民等可能的未来路径，以应对地球资源有限的挑战。了解宇宙的发展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起源和命运。在这个领域，科学、哲学和伦理的交叉可能会引导人类未来的方向。你对宇宙演变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有具体的疑问吗？没有什么具体疑问，主要是觉得这个社会发展，人类是一个在宇宙中是一个很小小的、很渺小的一个角色，所以有些事情不是人类所能决定的。这个宇宙的发展或者宇宙的裂变，真的会在人类来说，我们是无能为力的。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吗？你说的对，人类在宇宙中确实是微小的存在。宇宙的运行和发展受到自然法则和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而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某些宇宙事件或演变确实超出了人类的控制，例如宇宙的裂变等。尽管人类有一定的科技和文明，但我们仍然受到许多未知和不可控的因素的影响。这也强调了对科学研究、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，以更好地适应和理解宇宙的变化。你对这个话题还有其他的想法吗？说到移民，星球移民，我就想到马斯克的星舰计划。你觉得这个计划对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？马斯克的星舰计划，例如 SpaceX 的星际飞船项目，旨在实现人类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永久居住地。这样的计划可能人类带来一些重要的意义。首先，它提供了对地球外资源的探索和利用的机会，有望解决地球上资源有限的问题。其次，星舰计划可以成为人类文明的保险措施，以应对地球上可能的灾难。在科技的支持下，有可能在其他行星上建立可持续的居住点，确保人类的生存。然而，这样的计划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、经济和伦理挑战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确保地球上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，而不是简单的逃避。你对这个计划有特定的关注点或者其他问题吗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聊到这里。另外，我再想聊一聊，就是刚刚说到的人工智能、人工 AI。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 AI 发展的非常快速，例如我们在 AI 绘画呀，另外在那些人工智能 ChatGPT 的一些应用，我觉得发展的特别快。你们有什么看法？将来发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？没问题，我们可以继续聊人工智能的发展。是的，近年来 AI 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快速的进展，包括绘画、语音识别、自然语言处理等。在绘画方面， AI 生成的艺术作品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展现出了机器学习和创造性的结合。在其他领域，人工智能也在医疗、交通、金融等行业展现出了潜力。然而，随着技术的进步，我们也需要关注伦理问题，确保 AI 的使用是公正和透明的。你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特定的关心点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注点，主要是想了解到它这边会不会真的。我知道 AI 发展最终的形态，它不是一个代替人们工作的一个性质，而是一个 AI 只是一个工具，而是需要人们去利用它。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，对吧？是的，你说的很对。人工智能的发展旨在成为人类的工具，而不是替代人类。 AI 可以帮助人们更高效地处理大量数据，解决复杂的问题，并提供更精准的决策支持。关键在于人类如何运用和引导这些技术。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伦理和法规，以防止滥用，同时培养人类在与 AI 技术互动中的技能和判断力也是至关重要的。总体而言， AI 应该是人类的辅助工具，为我们创造更多机会和改善生活质量。有其他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吗？这方面没有了。
另外还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啊，就是一个很缥缈的东西，就是平行宇宙，这个是真的存在吗？平行宇宙的存在目前还没有被科学明确证实。这个概念通常是在物理学和哲学领域的理论中讨论的，但尚未有直接的实验或观测证据表明平行宇宙的存在。一些理论提出，如果宇宙是无限大的，可能会存在类似于我们宇宙的其他宇宙，彼此平行存在。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测，没有被实质性的科学实验或观测数据支持。对于平行宇宙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复杂而富有争议的领域，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验证或推翻这些理论。你对平行宇宙有其他的好奇点吗？其实我说对宇宙的是有好奇的，因为我总觉得人类不是唯一的一个人类文明，总有其他类似的文明在存在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。你觉得是这样吗？你的好奇心很有趣，也是天文学和宇宙探索领域一直在关注的问题。科学家们确实认为宇宙之大可能存在着其他类似人类文明的机会，然而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地外文明存在。科学家通过无线电望远镜等手段寻找外星信号，但尚未捕捉到确凿的迹象。宇宙之大，我们所知有限，因此我们对于可能存在的其他文明仍充满了好奇和猜测。随着技术的进步，未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手段来寻找宇宙中的其他文明。这个问题涉及到宇宙学、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。你对地外文明的想法还有其他的疑问吗？暂时没有了。其实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天已经很有意思了，我也了解到一些意想之外的一些你提到的一些事情，非常感谢你。我希望下次我们再聊一些相关的类似的一些问题，好吧？当然，我很高兴能帮助解答你的问题，随时欢迎再次和我聊天，讨论更多有趣的话题。有个愉快的一天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再见，有问题随时找我，拜拜。看我们聊完天以后呢，它里面的一些所有内容，它都会在这里面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，所以呢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非常有意思。大家赶快试试吧。其实呢，我们内选是3.5，但是呢，它是升级的最新的版本以后呢，这个就免费就可以使用了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这个东西还可以跟我们聊天，而且聊得很有深度。他的思维跟我们的思维真的，他会了解得更深，了解的就是他会给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，他也不是说很极端的一些东西，或者说，很深入的，因为他也是基于我们的大数据来进行回答的。但是他有一些他自己的思维方式，而且是没有重复的内容。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不错的，大家赶快去试试吧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跟他分享。如果你们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，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，然后我们在下期视频就问，让你们的问题让他去帮你回答，然后我再分享给你们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